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一下课本，16页，倒数第一二三四，倒数第四行。上次讲到那么这个见到老病死及沙门，那这个次序大概是这样啊。那这里是在说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然后说到释迦佛有所谓的八相成道啊，有入胎出生，然后来自于这个跟人一样的这种种的这些事，那就讲到这释迦佛这一生的视线。那这里说到我们来看一下黑板。他说上次讲到他四次出游那前三次是见到老病死，第四次的时候见到农夫耕田，那么体会到众生的苦，然后又见到沙门，这个时候他开始发所谓的出离心所谓出离心就是要出离这一些种种苦的心然后才后来有他所谓出家的这些事。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课本这个黑板那之后回到王宫之后，这个时候开始他想要出家，因为他看到沙门那沙门是要出离这些三界的苦的那么去修行的，所以他回去就跟净饭王说说他要出家那净饭王就跟他讲说你出家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弃国出家抛弃了父母，抛弃了国家，那么这个是不应当的非法就是你这样做行为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有这样的心。那你看那个悉达多就是世尊跟他的父王回什么，他说他讲命，假设父亲他说这个你能够保我有这四件事，他说命长存不死就是说假设你能够保证我的这个生命都不会死那么我一生都没有病，而且我也不会老因为他现在过年轻的生活，那么生命是很短的，就算你想那个时候释迦佛假设那个时候悉达多没有出家，假设那个时候悉达多没有出家，现在也死了2500多年了，然后他什么也不是他无尽的轮回中跟我们一样只是某某地方的某一个人也许是男的，也许是女的，或是甚至某某地方的某一条狗、一只猫、一只虫因为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嘛，或是某某山里面的一个鬼或是天上的某一个天王不过就是这样，就不断的转。如果假设悉达多没有出家修行得成就还有得成就那么现在他已经死了，至少假设是畜生道的话，那么很快的那么有些是一天两天，有些是一年两年有些是一个月两个月就不一定。那如果是鬼道跟天道的话那就比较长一点但是那如果做人如果每一次都来做人每一次都活100岁了，也死了25次了2500年，假设每次都活100岁了也死了25次了，那这中间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痛苦所以他说假设因为他见到老病死嘛，所以他就跟他的父王说，假设父王能够保证我永远不会死，永远不生病，永远不会老
那么而且我现在所拥有的重据，我现在所拥，因为他做王子嘛，他拥有权势，拥有地位啊，拥有一些才智啊啊，然后就是拥有的这些都是美好的，现前看来都是美好的。那么他不损不损减啊，就是他不会变没有啊，而且他也不会变差，好的东西不会变差，已经有的东西不会变坏啊。那么好，那我就可以不出家啊。那国王跟他讲啊，那你讲的这四件事啊，不要说我没有人，我不能保证你一直拥有，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保证你。好，那么这个既然是我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假设我现在有一个病，那个这个病它预定在十年后会发作会死，那你怎么不让我这十年去找一个医病的医生或医病的药呢？啊，那么你说你这个病还没发啊，等十年后发作了再来说啊，那你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啊，你要照顾这个国家，你要照顾这个家庭，你要尽人尽孝道，你要尽什么啊？那现在是我这样做了十年之后我就要死了，那么有谁能够让我不死，有谁能够让我不病啊？假设来我们有一种病，这种病是十年后会发作的，那么你是不是会在十年里面想尽办法去找医病的医生跟医病的药？一定是这样嘛。那现在是悉达多看见老病死这种状况一定会发生在他身上，是一定会发生哦。但是如果你说十年后，那你还有一个时间十年去找，但是这个老病死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许明天就来，也许下个礼拜就来，也许一年后就来，那你还不赶快去找可以治疗这种，就是让他以后不可以不再发生的这种药，那你什么时候去找？你现在不去找，那你什么时候要去找啊？所以你看啊，你看这个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国王啊，你看哦啊，我们来看这个过程啊，就是说一个人发了出离心，那么他为什么要发出离心？他要出离什么？我们常常讲出家就是出离这个烦恼家啊，出离这个轮回家啊，三界嘛。那么基本上来讲啊，就是国王，这个是净饭王啊，就净饭王就是他的父亲啊，他说你说的这四件事没有人能够保证，其实也没有人能够保证啊。然后他就跟国王讲啊，悉达多就跟国王说，那么我现在在被烧的房子里面五蕴炽盛，我们住在这个房子，这五蕴炽盛他不断在烧，无常嘛，他瞬间瞬间变化，一下子什么时候没有了不知道啊。后来法华经不是有三界火灾吗啊，你看那一样啊，啊，被烧死，三界如火灾，是这种概念。如何不听出？我现在在被烧的房子里面，还没烧到我，看一看就要烧到我了。你还不让我赶快出去这个房子，想办法出去这个房子。那么我现在如果不找一个方法离开，就是怕看怎么样不被这个火烧死啊！这无常火，无常火不断在烧啊，啊，五蕴炽盛。无常像火一样不断在烧，不断在烧。那我们中国的习惯这样讲，无常大鬼，无常是一个大鬼啊，随时拿着这个锁链，不知道什么事要来找你啊。那么不期而至嘛，啊，无常大鬼不期而至，没有跟你约好他就来了，这是我们中国习惯的说法啊。他这是无常大火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烧到我身上。假设我现在不找到方法离开这样的房子。啊，就被烧死。那么等到火已经来了，烧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又有什么用啊？那个时候就没有用了，火已经烧来了，已经烧到身上了，烧到眉毛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才要去找方法，才要逃，逃不掉了。啊，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啊，不可能等到那个时候啊。啊，所以死至，等到死了，无常火已经烧到了，要死了。这个时候你在那边哀怨，在那边哀叹，啊，在那边后悔。都没有用啊！又谁能够帮我？那个时候净饭王也不在了，等到他老的时候要死的时候，谁都不在了。以前你以为可以靠的，你是皇帝啊，那么你有很多的子女，孝顺的子女，你有像金山一样的财产啊，你的黄金像山一样多，
啊，不管你有多可靠的东西，你的名声、你的地位啊，那你的子女、你的财产啊，那么不管是什么，是现在世间给你靠的啊，那么都不可靠，都不可靠，全部都会离你而去。两件事，要不是你先离他走，就是他先离你走，就是要不是你离开他，就是他离开你。啊，你离开他就是你死了，他离开你就是你还没死，但是你已经失去了，失去了名声，失去了地位，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健康。啊，他离开你，或是你离开他。啊，你的孝顺子女也是一样啊，他很孝顺，都不会离开你，到你死之前都不离开你，你死了他还是要离开你。啊，那不管你现在所靠的，啊，我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啊，生病靠医生，啊，反正。我们这个世间都要依赖，依赖很多很多，但是所有的依靠都不完全可靠，都不究竟可靠，啊，你要知道，所以唯一可靠的就是三宝啊，其实基本上是究竟归依处嘛。我们来讲归依，究竟归依处就是我们唯一能够真正可靠、究竟可靠的，其他世间的是暂时，在某种状况下可以依赖，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啊，你可以依靠医生，啊，但是你还必须要找到良医，你找到庸医，那你就很麻烦了，啊，那你在家可以靠父母，父母老了，啊，小时候靠父母，那父母老了，啊，那也你也没办法靠他，因为他自己啊自身难保，啊，那么种种啊，不管我们什么，我们读书要靠老师，生病要靠医生，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治安要靠警察啊，反正就种种了，啊。这个世间我们发现，我们不断啊，好多事情我们都要有所依靠，但是在老病死这件事上，你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佛法身啊，你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三宝，特别是法啊，佛说的法啊，那身教导啊，引导你怎么样获得这个法。除了这个之外，除了法之外，没有可以就近依靠的。那法是要有佛和身啊，那么来教导的，所以我们才会说三宝是我们就近的归依处。所以假设我们不以正法来离这个老病死，那么等到无常火烧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啊。后来他想来想啊，就有一天啊，据说是十五了啊，月圆月啊，因为南传的说法就是月圆月，月圆月出生，月圆月出家，月圆月成佛，月圆月入涅槃啊。那么也，不是月圆月，他是中月了啊，但是不一定是十五了，但是就是半夜啊，半夜他是十五的时候啊出生，十五的时候成佛，十五的时候入涅槃了啊。那出家不一定是十五了啊，没有讲十五。啊，但是中夜啊，半夜，那么出皇宫啊，那到啊，这个在十三夜的时候里面也有讲到这件事啊，我们把它合起来讲啊，到薄伽婆的仙人，这个是苦行人啊，这上次我们有说过，那看到啊，这很种种的苦行啊，只是吃树叶的，吃水的啊，不吃的，用水来净身，侍奉这个火神，让这个火啊带来功德的啊，那么他发现这些都跟他不相应。啊，所以他住医院，他就离开了。然后他说：“金钱求瘦身啊，这些人基本上主要是在升天的，主要是升天的。那么修种种的苦行能够升天。他说：‘你金钱求瘦身啊，就升天。那么生以会当死，升到天上没有多久，还是要死。虽富未于苦，虽然你害怕这个老病死的苦。”但是你终究会死，而长莫苦海，啊，你还是在生死苦海里面，那么没有办法出。所以这一些修行，基本上叫做无益无力。所以《阿含经》后来常常讲啊，很多苦行无益无力，没有意义，没有利益，这样没有什么道理。借进取啊，基本上就是要远离这种无益无力的苦行，没有意义。啊，比如说啊，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你把身体浸到水里面，恒河水里面，你就可以除罪，你念个什么除罪咒就可以除罪啊。然后你用火啊，那做个什么仪式
啊，你就有什么功德啊，这些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那你杀牛祭祀啊，要升天啊，那么不但没有功德，还有罪业啊。这个有些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有害；有些不但无利，而且还有害啊。那先要避开这种无依无利的修行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看看现在的佛教界，其实很多都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修，因为古代传下来就这样，祖师大德就这样教，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什么，但是我们就这样做，那做了也不知道能得到什么，那么总觉得应该有，但又不确定有，啊，那你又不知道，那我不这样修要怎么修啊？比如说啊，举个例来讲，比如说啊，那有些人认为，那么这个我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不管你有没有念佛，那盖个往生碑，那么这个人啊就可以得依这个往生碑的力量得以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好，那么这件事后来影响很大，影响到几乎不管你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甚至是动物死掉了，猫狗死掉了都要跟他盖一条往生碑。后来就变成一种习俗，那么你不做的时候你又觉得怪怪的，但是要做的时候你懂得佛法的时候又觉得好像这样也不对啊，但是不做大家都这样做，你不照着做又觉得万一有怎么办啊，那好像烧纸钱也是这样，以前烧纸钱也是这样啊，人死了要烧很多纸钱，那么即使你学了佛，你是佛教徒，那么你不烧的时候又觉得万一有呢，那他不是收不到啊，那你又觉得不烧好像不孝，可是烧了你又觉得从佛法上来讲他不可能收得到啊，他又不一定做鬼，做鬼也不一定收得到，而且收到了也不一定能用啊。那么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你终究因为你也不清楚，所以你只能照着做。好，现在我们的修行很多都是这种状态哦，我们的修行很多这种状态，就是你也不知道这样修到底会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那种功德，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之后你只好照着做，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你就这样照着做，那会不会有没有要等死了才知道，因为你平常也感应不到。好，那这件事情就很麻烦，就是说大部分的修行人、哦、不管在家出家、哦、很多是在这一种状态下、哦、啊，我们先不讲它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利益，就是你也不晓得它的意义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它的利益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啊。那你是希望它有，但是也不确定它有没有啊。那这个事情你要好好想，你如果修行是落在这一区，就是大家都说有，你也以为有，但不确定它有没有，从道理上说起来好像又讲不通，但是很多事情是我们想不通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就照着修就好了。我告诉你，你这样的观念，你没有办法让你得到真正的智慧。你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很多不管是在家出家，他有时候修行他就是这一块，就是那以前的人都这么修，那某某大德这么教啊，那大家都这么说啊，所以佛陀有讲嘛，不要因为权威就相信，不要因为传统就相信，不要因为大家都相信你就相信，你要好好去研究为什么是这样，那这样做的有功德有作用的道理在哪里，合不合乎道理，要想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去苦行林的时候，这一些人都是有修行的人啊，这个跋伽婆仙人是当时的权威啊，所以他才会去嘛啊，因为当时一个修道的权威跋伽婆他修得很好，所以他才去跋伽婆仙人那边要跟他学，那周遭那些人全部一大堆修行人都是苦行者，苦行的方法不一样而已，但是他们的观念都是我这样努力修苦，我以后就可以离苦，为什么你现在受苦你以后就会离苦，这个道理是什么，那你现在受苦可以升天，升天以后就永远离苦，
何况你还不一定升天。那为什么这样做可以升天？苦行就可以升天吗？所以后来佛陀成佛之后，很多时候对在家人讲四种正见，他就告诉他施戒升天之法。你看，布施持戒才是真正升天的方法，不是你刻苦，然后你修苦行，你只吃树叶，你只喝水，你浸在水里面啊，你每天保持这个火燃烧啊，不是这些行为，不是这些行为。你看释迦佛成道之后，最先啊，当然要跟五比丘讲，那个是怎么得解脱的。对在家人，很多就假设你想升天，你不是持咒，不是天天拿个牛奶去供养湿婆神啊，他们那个时候很流行这个嘛，啊，就用牛奶供养湿婆神啊，供养梵天啊，啊，那杀牛供养这个恒河女神啊，我们就觉得，然后这些神就加持他，让他可以升天。佛陀说，这一些没有意义，没有利益，真的。你要我们修行现在也是这样哦、喔，不管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啊，你要升到药师佛的琉璃光净土，你要解脱，你要成佛，你都必须先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方法是什么，然后这样修的功德是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了解这些东西。那么你了解这东西，你一定要从佛法上，因为释迦佛有说了啊，就是说他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修，这样修的原理是什么，方法是什么，那么这样修成就之后，你会感应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比如说他告诉你为什么要修禅定，因为禅定可以离欲，你也不受欲界的束缚。那你禅定之后你会有什么功德啊？比如说初禅啊，他就是巡视喜乐一心，他很清楚的明白跟你讲，你这样做了之后，告诉你第一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用处在哪里，不这样做的用处在哪里，就是你这样做有什么作用，你不这样做你就会怎样，你做了之后你会有什么利益啊？比如说你修行，他会告诉你啊，这个要修禅定，为什么要修禅定啊？修禅定之后你初禅你会感受到怎样的心境啊？你二禅会感受到怎样的心境，你了解了之后，你真正去修发现，哎，我照释迦佛的修法，哎，真的就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没有欲界的烦恼，到了这个地方我的心就改变了，我有的心有力量了。好，它是有益有利的，所以每一本经里面我们说它都有什么修行的理论跟宗旨，修行的方法跟次第，修行的殊胜跟功德。那么这一些我们从经论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为什么要修行。我们绝对不能说啊，因为某某大德某某谁跟我讲啊，你只要做什么就好啊，那么我就这样念啊，我就这样修啊，那么我就可以得成就。你也不晓得他的次第是什么，你也不晓得他的理论是什么，你也不晓得这样修的作用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啊。那这样修行是很危险的啊。那佛陀不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先，所以他这里先跟你讲啊，虽复未于苦而常莫苦海啊，这个是悉达多啊，要出家之前跟出家之后，那么先去见这个跋伽婆仙人，在苦行林里面啊，那么看到这些苦行啊，但是他只去到一夜啊，一夜。那么后来啊，就去这个跋伽婆仙人之后，就到这个平陀山啊。那因为他去那边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啊穿素皮的啊，也像讲素皮仙人或素皮衣啊，就是印度很多苦行，那么有一些苦行者啊，他的衣服是用素啊素皮做的啊。那有一个素皮苦行者，那么跟他讲，假设你这一些都不相应，那么我看你啊不是一般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他告诉他，你可以去跟啊这个阿罗罗仙人学啊。那就到了阿罗罗仙人那边，一般讲是在王舍城附近啊。那这个跋伽婆仙人是在毗舍离附近，那毗舍离再下去就是王舍城了 啊。那从迦毗罗卫国那么过来啊，是舍卫城，舍卫城再过来啊，就是毗舍离，毗舍离再过来啊，那么就是王舍城。那所以他就到
这个阿罗罗仙人那边去。那么一般来讲是修无所有处定，那么修了就觉得也不究竟，所以啊，人家又跟他讲，他又去啊玉陀迦罗摩子那边啊得非想非非想定，他觉得也不究竟，所以后来他也没办法，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啊。他能参的现在比较有名的叫做比较权威的啦啊，就是三个，一个八切婆仙人在毗舍里啊，另外两个啊，这个阿罗罗仙人跟玉陀罗摩罗子啊，有些讲玉陀迦摩罗子啊，在王舍城附近啊。那么这两个他也去修了，那么已经没有比较权威的了，所以他后来就跑到哪里啊？跑到苦行林啊，就跑到另外一个苦行林去，跟着那一些苦行者，他自己在那边在山洞里面修啊。但是他不是，他选择的苦行是一麻一慢啊。那么其实只是后来我们说的这个类似像我们说的陀陀行了啊。那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地方啊，他可以再去参的了。他已经修到非想非非想了啊，但是他也觉得还没解脱。后来在苦行里面，他这样修，修了六年，他也没有成就啊，所以后来就放弃苦行啊。所以他这里讲啊，那我们来看课本啊，现在看课本，那倒数一二三四啊，所以他说余业中半，余成出家，到玉特迦阿罗罗仙人啊。那么一般讲啊，玉陀迦阿罗罗啊，那前面是这个阿罗罗仙人啊，然后后面是玉陀迦摩罗子啊，那这是两个人啊，这是玉陀迦跟阿罗罗啊，这两个仙人现作弟子而不行其法。那么现作弟子而不行其法，基本上是从这个八切婆仙人这里啊，那么他没有修他的法，那么到这两个修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定的修定的人啊，他做他的弟子，但是他也是修啊，但是认为这样不就是解脱？他不认为，因为这两个仙人都认为你这样就解脱了，但是他不认为这样就解脱，所以啊，后来又离开啊，那么去苦行林。他说：“虽常用神通，自念宿命，迦摄佛时持戒行道。”好，我们要来讲这一件事。他说：“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有神通了，有宿命通了，因为他得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个时候他已经有神通了，他有宿命通啊。那么他这里说到。”啊，他这里说到于迦摄佛时代啊，自念宿命就是过去生在迦摄佛的时代持戒行道。好，我们来讲这件事。因为如果依大圣的来讲啊，这里是依声闻的来说，声闻部派里面，释迦佛最初的发心，最初发菩提心是在迦摄佛时代。如果在大圣法里面，他是在更早燃灯佛时代，他就被受记了啊。所以这两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声闻法跟大圣法里面讲的不太一样啊。他这里是说到啊，自念宿命啊，我们在讲这件事，自念宿命啊，就是他有宿命通，然后他去观察他过去生。啊，迦摄佛时持戒行道这件事，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有讲，讲的跟这个迦摄佛时不一样，但是他也有讲这件事啊，《智论》啊卷38啊，在往生品这一品里面啊，因为我们这本书最多只到第十卷而已啊，所以看不到啊。那么这个里面啊，我们简单讲，过去在迦摄佛时，习在迦摄佛时，这个时候迦摄佛啊，他是为迦摄佛弟，是迦摄佛的弟弟，他在迦摄佛的时代是迦摄佛的弟弟，那他名字叫做玉多罗，这个玉都写那个古字的玉了，我们就写这个字比较
骨质的瘀很多，名叫做瘀多罗。那么因为诽谤这个迦瑟佛，他是他的弟弟，两个人都在修行，两个人都有弟子啊。那迦瑟佛已经成佛了，这个悉达多啊，就是这我们后来的释迦佛啊，他过去生是他的弟弟，叫做瘀多罗。这个瘀多罗还没有成佛。那么这个有一个原来跟他比较好的这个弟子啊，然后就说迦瑟佛成了，他去供养释迦，供养迦瑟佛，他就骂啊，他就骂说那个秃头啊，就是骂那个秃头啊，那怎么可能成佛啊？类似像这样啊，就是骂迦瑟佛了啊，就是谤佛，毁谤这个迦瑟佛啊，是秃人啊，就秃头了啊。那么何能得到啊？他也没有什么能耐，哪里就能成佛了啊？讲这件事啊，他讲很多了啊，他是很多大圣经典都记载这件事哦，大概有五六部，大概也是基本上也是同本，就是同本意义啦。那么有很多都记载这件事，就是这个可能在大圣里面流传的事了。但是阿含就是部派里面就不一样哦啊，我们来讲两种，就是在迦瑟佛的时代啊，他有毁谤这个佛。那么这里是说啊，中阿含。阿难有一天跟佛说：“啊，因为他也这样听了。”阿难白佛：“我闻世尊，可见这个是很早就有的传说了哈。迦瑟佛时始愿佛道，那么这件是不一样的哦。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是在迦瑟佛的时候才发心哦，才发心哦。那这一生是在大概四处出游之后才发出离心哦，啊，但是这个。”这个迦瑟佛时代就发菩提心了，迦瑟佛时，这个是中阿含里面阿难跟佛说的。那么阿难可能去听佛说过这种事啊，或听人说过这种事啊。迦瑟佛时始愿佛道啊，迦瑟佛的时代才开始啊，才开始发菩提心了啊，始愿佛道。始愿佛道就是发菩提心呐、啊，要成佛了啊！始愿佛道，行犯恨啊，才修行，才开始修行了 啊！那我们说大圣本身里面普遍都是从燃灯佛开始啊，就从燃灯佛开始发心。燃灯佛如果在无量寿经，那是迦瑟佛在往前四十几尊哦啊，那也是很久了哦啊。那这里啊，他又说。另外根有律啊，这是第一个中阿含，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根有律破生死卷一啊，他这里也说到于迦瑟佛所发菩提心，进修犯恨身多率天，那么就变成迦瑟佛时代他发心，然后就升到多率天，然后第三生来就什么呀？就成佛啊，就变成这样了。就升多率天，那一直在多率天啊，待到现在，然后2500年前，然后下生啊，成佛啊，所以这个自论卷27就讲，他就举这个声闻人的啊，自论卷27，我们就可以回去对照看就知道了啊。自论卷27续品里面，他说啊，声闻人言啊，就是指这些啊。那大圣的说法不太一样啊，大圣是在燃灯佛时代啊就得无生法忍了，燃灯佛已经为他受记了啊。那么部派的声闻的是说，在迦瑟佛的时代才开始发菩提心啊，其实是不一样啊。他说这个声闻人言啊，就是部派的说法，自忆迦瑟佛时作比丘。啊，自己自忆迦瑟佛时做比丘，那后来他骂是他哥哥啊，他说他那个秃头怎么可能得到啊？后来他还是跟着他哥哥出家啊。那这个是大圣说的啦，就是骂他的哥哥，这个是大圣说的啦。但是声闻是说他没有讲他骂迦瑟佛，他是说在迦瑟佛时代啊，跟着迦瑟佛出家修犯恨。
啊，所以这两件事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那么声闻人言自忆迦摄佛时啊，作比丘啊，啊名玉多罗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所以大概啊，我们说这个这里说到的自念宿命迦摄佛时持戒行道，那这个要从两点讲。如果从大圣，那么就是从这个大智度论啊，他依大圣的立场来讲啊，就是这个是在说啊声闻啊部派里面说的迦摄佛时他始愿佛道啊，或是发菩提心开始修梵论。那如果从大圣的角度看啊，但是迦摄佛时代他也是迦摄佛时代跟着修行啊，但是他在燃灯佛就开始发心了啊，这不一样啊，这不一样。好，我们再接着底下看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他用神通啊，就宿命通了、啊，那么知道他在迦摄佛时代持戒行道，而今现修苦行六年求道。他这个就是在说，其实如果从声闻的角度看，他自己就有宿命通，知道在迦摄佛时代他就在修行了，他就已经跟着佛修行的，知道怎么修行了，怎么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还在修苦行，还六年要去求道啊？他是在讲这件事啊，因为现在修苦行六年求道，就表示什么？如果从释迦佛的这一生看起来，就表示说他不知道怎么样真正可以成道，怎么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释迦佛再来的时候，世间没有佛啊。啊，那么照这个世间的看法，就是照释迦佛的一生的看法，他是最初觉悟真理的人，就是释迦佛之前并没有佛，没有人告诉他怎么修行，所以他只好自己找方法，所以他才会有什么苦行六年求道。那如果啊，那我再往前看啊，在迦摄佛的时代，他就持戒行道了，而且他那个时候之前。在这个阿罗罗仙人跟玉陀罗摩罗子的那个地方，他已经得神通了，他已经可以知道他过去生跟着迦摄佛在修行了。那么他那个时候他还要去求道吗？他已经知道了，就是他已经了知，因为他一起他过去生跟迦摄佛时代迦摄佛教他的他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现在还修苦行，还要去六年求道啊？讲这件事，为什么？因为就是要示现给众生看的吗？就像前面一样嘛，示现一个人啊，然后开始行住坐卧，像上一段一样啊，他要示现，他在讲这种道理啊。所以他说，菩萨虽主三千大千世界，那这件事就是说，一般来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就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一个佛的化躯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佛的化躯是一个大千世界的，三千大千就是一个大千的，啊，这个上次我们有说到，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三千是形容这个大千的，啊，像六群比丘就是一群六个人的比丘，啊，那么这个是这样，那么一般来讲，一佛的化躯教化的啦，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一大千世界。那么一大千世界差不多就是一个银河系，那银河系里面啊，我们是太阳系，银河系里面有很多，那么大概有2000亿到3000亿的恒星啊，有些说2000亿到4000亿的恒星啊，然后我们就说3000亿的恒星好了啊，折中啊，那么我们是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啊，太阳是一个恒星嘛啊，大概一个银河系，一个大千，一佛的化躯了。就是说，这一个大千世界里面不会有两尊佛出现，只会有一尊佛出现，啊，那这个是一般佛教的说法。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不能有两尊佛出现，啊，那两尊佛出现会有什么状态？啊，那因为佛也道同嘛，啊，那但是就是佛教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所以他说虽主啊，就是说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了。啊，那这个菩萨就是要来成佛的这个菩萨，释迦菩萨，而现因为还没成佛嘛，所以叫菩萨现示现破魔君啊，就降魔
啊，八项成道里面啊，降魔，然后成无上道。那降魔主要，降魔主要啊，我们说魔有四种魔嘛，生死魔、烦恼魔、五阴魔跟天子魔。啊，这个上次说也说过。基本上叫做死魔了，我们就叫生死，死魔啊，烦恼魔、五阴魔，然后还有一个天子魔。那这三个其实是因为你有烦恼啊，有生死啊，那有这个果报身啊，然后这个天子魔是外魔，这个是内魔啊，基本上是这样。那降魔，降魔多数，降魔多数都放在啊，如果讲降魔，多数都是放在。降天子魔啊，那么天子魔啊，基本上是欲界第六天啊，有些说是色界最高啊，摩西所罗天啊，一般是地界欲界的第六天啊，那化自在天啊，他化自在天呐、那也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他化自在天是这个摩西所罗天啊，就是色究竟天。啊，所变现的啊，反正就是基本上是以他化自在天为主啊。那天子魔，那么天子魔啊的三个，通常啊，通常他就是威胁利诱啊，威胁跟利诱。那利诱是以欲贪为主啊，那所以啊，魔王有三个女儿啊，基本上就是欲贪的 啊。那么来诱惑这个释迦世尊啊，就是悉达多。那他不为所动啊，就以他三个女儿，三个女儿都很漂亮啊，魔女都很漂亮。那威胁就以魔君啊，魔君就是让你起嗔心、起恐怖心啊，就派很多魔君，然后射箭啊，拿刀砍你啊，我们这种啊，那你也不害怕啊，那你也不生气啊，不嗔，这个是不贪不执。啊，然后这个是，他也不害怕，啊，那也不生气，不嗔，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从境界里面来看是降服天子魔，从内心来看是降服什么？降服烦恼魔。那因为烦恼断了，所以他就不会有什么，不会有死魔，不会有五阴魔。他成道了之后，解脱了之后，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不会有。不会有生死，不会有五阴身，因为不会有五阴身，不受后有。这个有就是不会后来有这个身体五阴身啊。那么没有五阴，没有生就没有死啊，就无生了。不受后有就无生，无生就无死。所以从外看是降服天子魔，从内看是降服烦恼魔。烦恼魔降服了，就不会有五阴魔跟死魔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这个是一般来说，他示现这个降魔都有这件事啊，啊，现破魔君啊，那以这个魔王的三女以及这个魔王的这个军队，那这个来大部分降魔都指这件事。好，那么成无上道啊，那么他就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他说随顺四法故，现世众变，众变。啊，那么跟前面啊这个堕地行七步啊一样，这个都是随顺世间人啊，要现行人法啊，要有这一些啊，他还要这个从小啊，然后长大啊，然后看到啊老病死啊，生发出离心，然后出家，然后还要去修苦行啊，然后如果啊。他说：“这个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啊，我们讲说要演给世间人看的啦，啊，就是要做给世间人看的。那所以随顺世法故，现世众变。这众变，这个是大圣普遍都这样说，啊，说释迦佛他，比如说《法华经》啊，他讲他已经来这边世间八千多次了，那么就是说他不是现在才成佛，成佛只是示现啊。那这样讲有好处也有坏处啊，因为你之所以要示现，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佛跟大家都一样。
但是你现在讲出来了，大家都会觉得，那么佛还是跟我们不一样，佛做得到，我们还是做不到，因为我们不是过去要来的啊，所以佛成佛是已经决定了，叫做内定的、命定的，可是我们不是啊，啊，但是就是说这样说，显现佛的尊贵高大啊，但是就会佛这样讲，就会变成佛离我们越远啊。就是说佛做得到的，因为佛是示现来的嘛，我们佛是乘愿来的，我们是依业来的。那如果佛跟我们一样都是依业来的，那佛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啊。但是佛是示现来的，我们是依业来的，佛做得到的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啊。那看起来佛是比较殊胜，但就显得我们怎么样，显得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做到佛做到的这个样子啊。那其实就是说大圣普遍在佛陀观这一部分那么讲得特别殊胜了。那么这个在部派里面，大毗婆沙里面有讨论哦，因为部派里面大众部，因为大圣跟大众部比较近，大众部就强调佛身无漏啊，就等一下我们后面再来看，他说佛身无数啊，啊，也有讲佛身无为，有讲佛身无漏的。好，那么他就强调佛身是无漏的，所以他会生病啊，会痛啊，佛陀常用背痛嘛，啊，然后口渴啦，啊，他会受伤啦，这个都是示现的啊，这个不是真的啊，就会变成佛陀观会变得跟一般的世间说法不太一样的。好，所以他这里讲随顺世法故，现世众变啊，就是有种种这一些前面讲的啊，还要见老病死啦，还要发出离心啦，然后还要找很久找不到。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成道啦？啊，好，他说，今于般若波罗蜜中，那么现大神通智慧力故啊，就前面的是随顺世法的啊，那么这里现在在般若波罗蜜中现大神通大智慧啊，那么诸人当知，佛身无数，过诸世间。那么这里讲的佛身无数过诸世间啊，如果我们看讲义啊，讲义的注解里面啊，他就引用啊，前面啊也有一个啊，就是上一段啊，第一二三四第四行啊，那十六页第四行，他说佛身无数过诸世间，为众生故现如凡人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佛身无数过诸世间，然后往上面看，随顺世法故，现世众变啊，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为众生故现如凡人，跟随顺世法故现世众变，就是把这个随顺世法故现世众变拉到佛身无数过诸世间啊，是这两段话是一样的。那佛身无数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佛身无数看起来好像佛示现无数身呢，啊，就是他也示现啊，长大啦，成人啦，降魔啦，啊，这种种。但是这一段文很像是《维摩诘经》所说的那一段文，啊，那么牵扯到啊，佛身是法身还是生死色身的这个概念，讲佛身无数过诸世间这个概念。因为《大智论》里面也有讲到啊，到底佛身是什么身啊？啊，因为《大智论》里面只要讲两种身而已嘛，法身跟色身啊。但是法身的概念又有神通变化身啊。那这个神通变化身后来我们说把它叫做化身啊，就后来就变成有三身或四身。那四身其实是从三身里面再拉一个出来而已啊。那这是法身、报身、化身。那化身部派的概念跟大圣的概念又不太一样啊。那么部派就以这个所谓的，有些就是以这个所谓的色身就是化身，那另外化身有所谓的变化身啊，所以后来又有两种，叫做烈阴身跟圣阴身啊。反正这个后来讲的非常有一点复杂啊。那我们先来讲这个概佛身的概念，佛身无数过诸世间，这个无数啊，就是可能就是数目上的数词上的无数。但是它也可能不是啊，我们来看一下《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经》了啊。但是鸠摩罗什叫做《维摩诘所说经》，他说：“佛为世尊，过诸世间，佛身无漏，诸漏已尽。
佛身无数，众行已除。佛身无漏这个概念，部派有部是不承认的啊。他认为法身才无漏，色身是有漏的啊。这个是大众部说的啊。那么后来大圣都是这样讲啊。那么佛身无数，众行已除啊。这个行啊，就是无明言行的行，一切能够受报的这个业已经没有了啊，身口意行都清净了，没有身口意业了啊。那么罗什的这个是支牵的啊，这个是支牵的。支牵译的《维摩诘经》，罗什译的是《维摩诘所说经》。我们来看它的对照了啊。那么他说：“佛为世尊过诸三界，就是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东西了啊。就是到底自论这个应该是引用《维摩诘经》的啊。那么他说：佛为世尊啊，一样过诸三界，超越三界了。所以过诸世间啊，维摩依鸠摩罗什的方法，就是他已经度脱三界了。”过诸世间就是超越三界了，不在三界内了。他说：“佛身无漏，诸漏矣。”后面就讲：“佛身无为，不堕诸数。”他说：“啊，前面是一样的。”他说：“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前面有这一段啊，“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那么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讲现在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这个身，其实是法身所变化的。它并不是啊业报身，思欲就是它不是业报身，它是法身所变化的。因为这个大智论里面讲啊，佛有两，就是两种身，一个是色身，一个是啊法神通变化身啊。那么也有法身，那么他说如来身其实是法身，并不是业报身。那业报身只是示现的。那你看这里啊，一样，这过诸三界不一样的在这里。你看啊，所以佛身无数很可能是指佛身无为啊，不是有为啊，不堕诸数啊，佛身无数，佛身无为啊。如果依鸠摩罗什的说法，这个是罗什的翻译啊。那但是也有可能啊，像华严经里面讲，那么随因度众生示现，随众生所应度者，就示现什么身啊。那像这个观音菩萨也一样，地藏菩萨也一样，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所以他有无数身啊，也有这样的观念。那么这里啊，比如说你看他讲过诸世间啊，那么过诸三界啊，那佛身无为过诸世间，那么这里是讲无为，不堕诸数。那堕诸数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啊，叫真诸数或真诸趣堕诸数。就是不堕有为啊，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是有为，不是有为的，有漏的啊，也不是有为有漏的，是无为无漏的啊，就是佛身是无为无漏的。所以如果从这个样来讲，从《维摩诘经》来讲，佛身无数过诸世间，说佛身是无为的啊，那么是出三界的。那么如果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那么你也可以讲啊，就是。随因所度众生而示现身，所以有无数啊，大概，但是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啊，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啊，那么这样的观念啊，或是这里讲啊，众行已除啊，好，那这里啊，所以他这里讲说，诸人当知啊，那前面就讲阿难当知，如果以《维摩诘经》呢啊，《维摩诘经》前面就说阿难当知，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为世尊过诸三界啊，就讲这个第十个啊，佛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啊？就我们看到翻到前面十五页啊，第十个断他邪见四生出世，那就讲了这么多啊，就初转法轮啊啊，然后这里受饥渴老病啊，然后出生的时候行七步啦、啊，然后这个出家修行啦、啊、降魔啦 啊， 啊，那种种这一些。就非常多啊，那么这些啊，简单一句话，都是示现。好，我们先下课。